之怪。我没有要怎么样，跟着回去调接受调查。他拿刀子在路上晃。就在大楼的地下室，男子持刀要追砍女子跟两名朋友，吓得他们拔腿狂奔，真的是吓坏了。他们一度躲到大楼的警卫室求救，有躲到那个这边来有没有？啊，组长报案，因为他有拿刀子，那他有躲在那个管理警卫室把门关起来，然后组长想说不行，叫他赶快到那个超商比较多人嘛。持刀追砍案发生在13号凌晨。原来持刀的男子是大楼住户，女子跟朋友疑似在大楼与他擦身而过，引发住户不满，破口骂人。没想到女子随后再回到大楼地下室停车场，准备要搭电梯时，这名住户竟然持刀猛追。这男的是这边的住户，都还在工作了，又准备在家里。你说的，说他那男的面在干嘛？警方获报到场，当场查扣嫌犯身上的刀械。不要动，你先不要动，你先都不要动。能控制住了。在其身上查获钢刀一把，现场未有人员受伤。为防止危害发生，警方立即将刀械查扣，并将嫌男带办所调查。令报案人事后提出恐吓告诉。警方表示，由于被害人第一时间未提告，警方先将31岁的谢姓住户依违反涉违法送办。到了当天下午，被害人提告恐吓，警方最后已经以恐吓罪嫌将嫌犯函送侦办。TVBS 新闻，艾昭贤，屏东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